开玩笑。那这么说，这刚刚是你的一种独创的台风？是我 range 很大。哦，大家看一下他的 range。Come summer music。万雄千关千辛，最后换来一张绝情。班主任一听就知道你们这个音域啊，大概在什么这音阶上是。像刚刚那个，我觉得你还可以再高一点，还可以再高，那种感觉才会再出来，好吧？再高一点。不管雄千关千辛。班主任的经验一听就晓得，你还可以再高。不管雄心怪金星，你还唱得上去啊？来来来来。不管雄心怪真心，最后换来一张绝情。不愿相信你的爱情，遐尼啊冷。主任，起立，来，1, 2, 3, 4。上次不是把你介绍到那个红包厂去唱歌？我去了，但是他们要女生。哦。但是我不肯做那么大牺牲，所以呢，我又回来当学生。哦。先验收一下，拿那位同学先来验收一下啊。验收什么？口罩、茶杯、卫生纸。上课是不戴口罩的？可是我有。你们都忘了学校的规矩吗？老师，那口罩可以两用的。自己认为好听的一首歌曲，你崇拜哪一个歌手的歌？我的偶像啊。你的偶像？我在家里都听他的歌，别人的歌我都不会唱啊。哦。所以我只能唱他的歌。哎，那这么说起来，可能我们的偶像是相同的。真的吗？我们说1、2、3，我们大家一起来练，好吧？预备，起，杨林。那个电视明星啊，口罩两用都不知道。那个明星好像有点问题。为什么有问题？不可以批评我的偶像哦，我聚焦学费哦。听说他戴假发。那是因为他要配合他的专辑里面的歌，所以他做这样的造型。是这样吗？有一次啊，哎，你看月亮代表，我的动作优美。你看，乱讲乱讲。唱歌你在玩足球，不是我啊！你简直是太不礼貌，对我的偶像的歌曲。我可以帮他解释，他以为是假发。我以为是他的头，报告老师。可以啊，可以啊，谢谢。那哎，那就你了。哎，你崇拜的歌手是张宇。恋爱。这个同学不错。他呢？瞎了，不会因为瞎了眼啊？口罩，他只是口罩戴在眼睛上。不过班主任的论调呢，是跟这个吴宗宪是同一个论调。我觉得你也是瞎了眼，像刚刚前面那个同学，因为他长得像孟庭苇，他就说他很崇拜孟庭苇。像你就是不会，对不对？你看你长得像这个。天天开心的女的就是司马玉娇，什么？但是你就没有说你崇拜司马玉娇，崇拜张宇，他很难过，他说长得像司马玉娇很难过，这样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因为司马玉娇更难过。你们没
唱一首歌。好，我看看你的声音怎么样，能不能够塑造，好吧？好。你说你，你真的唱张宇的歌啊？对啊。那你是真的崇拜他了？对啊，因为我想他这张卖的那么好。那我唱这首歌应该张宇的歌卖得好吗？各位还不错啊，两万张这个数字在两万张啊。其实张宇这样的成绩是还好的，有以前有一个歌星吴宗宪啊，对他哦，我听说那个歌星他出了一张唱片，然后发货一万张，退货两万张，这个学问就大了，是什么？他连盗版的都退回来。来，听听看，你唱张宇的歌，听听看。你说你想要他，偏偏注定要落脚。今夜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意。因为那个张宇唱歌不是这样，他唱歌都听不懂那个字的。哦，不像。这个我赞成。哎，他不像。那谁可以学张宇觉得很像呢？我。你说你想要他，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再鼓励一下。刚刚银行有讲说不像，来，那你觉得？来，我不会学。你会不会学？可是他不是我的偶像哎。对，我的偶像我就比较用心一点。这样子吗？一二三。啊？可能我们想的是一样的。一二三，杨丽花。请回正题。那我们要听听张宇，真正这个学的最像张宇的人，我们班上有一个天才，来，刘同学，你要学张宇就要学像我。张宇现在行情不错，不能开玩笑，好吧？一生热爱回头太难，不往心里藏。出了什么问题啊？出了什么问题？这个伴奏老师太笨了。你们在那偷看什么？报告班主任。我不要这个钢琴老师，我要自己弹。哎呦，帮我把麦克风拿好。好。脚踩的这么重。他把那个 table 当成那个钢琴了，这怎么受得了？一生热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藏。情若不断，谁能帮我将你忘？行了行了，该谁面授？该谁吧？我还没面授。你还面授？来。等一下，老师，你不是我的偶像是谁？哦，这个老师不一定每个人的偶像都要问，有些人他没有偶像，他就崇拜自己。一二三，我们说一次。王中平。
面对这空白的心事，却又不知如何告诉你。再一次拿起那放下的笔。怎么又一个足球房？对，怎么又来一个足球？报告，踢进足球门。哎呀，这首歌需要这种动作吗？不是，因为这首歌曲呢是这个十年前唱的，经过了十年的历练，哎呦，人生经验不一样。十年前唱的，那这个旧歌还是蛮好唱的。你们有出新歌吗？有啊。啊？我听过。哦。他出新歌也活不下去。啊？Handsome music。前面刚才说的是，他说来一点音乐。我怎么听成韩国话？这样子多跟他学一些，歌星不要光只会唱国语歌，要懂一点英文，对吧？是是。那你要多跟大家讲几句话，好不好？对对。Okay,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thank you, 爸爸。来一点音乐怎么讲 ？Handsome music。Handsome music。开玩笑，那这么说，这刚刚是你的一种独创的台风，是我 range 很大。哦，大家看一下他的 range。Come summer music。不管雄心怪清心，最后我来一条抓紧。班主任一听就知道你们这个音域啊，大概在什么这个音阶上是。像刚刚那个，我觉得你还可以再高一点，还可以再高，那种感觉才会再出来，好吧？再高一点。不管雄心怪清心，班主任的经验一听就晓得，你还可以再高一点。不管雄心怪。你还唱得上去啊？来来来来，快快！不管雄心怪清心，最后我来紧紧抓紧。不管雄心的爱情压力压力，不管雄。关于最近这个死猪肉，别那个声音啊，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吗？还可以，但是我要找个地方依靠一下。啊呀，发音要靠的，麻烦从我后面把我吐了。啊，帮忙吐一下，吐一下，帮我带一下。不管雄心怪。降八个地，突然间有想往比较舒适的地方。刚刚前面的是什么地啊？哎，忘了。刚刚那刚刚的，就是刚刚那个地方刚好是八个地。特殊项目不是特殊项目，用丹田啊，集气是对的，但是发声是错的。他妈的三个没有。不管雄心怪清心，最后我来一条抓紧。不管雄心的爱情压力压力，班主任的经验啊，广告歌曲，广告歌曲。
觉得啊，自己有那种训练的够，哎，自己可以拿去做一个鲨鱼的标本，嘴巴一直张好，这不行，将来保证给你听，我真的，哎哎，接下来要特殊才艺，放出来，特殊才艺是吧？哎，我这算不算特殊才艺？哪一种？你这个麻将，我不要看我就摸出来，这算什么？这不算，这哪一个？出来这算什么？我掂重量就知道。哎呦，这还没什么，我可以不用摸麻将，摸扑克牌都摸得出来。有扑克牌，给他们摸看，快点。莫班主任，这不算什么，我还一摸就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这个东西呢，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他还没想到，帮我班主任有一副牌，52/1，一副扑克牌有52张，54张还有2张鬼牌，万一给他猜到了，不得了。他猜到了，我叫他哥哥。先讲是铜桃还是什么？白皮。这不是麻将，哦、是不是？再一次机会，来。给点提示啊，快点。这是一张，这是一张 Q。哎呀！哥哥，包班主任我也会，这些你会，我也会，嗯，我也会。我的眼罩呢？我的口罩呢 ？I just go。这一张。完，导播没有给静静。导播，导播故意拉很远，你这样完了。什么？黑桃石。哎呦！我一直在等有没有人比我更厉害。来来来，其实最厉害的是我。哦，这不是开玩笑。因为我平常呢没有上课的时候，常去 pub 啊，去舞台上表演。真的吗？哦。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外面是红的，现在我要成一个金字塔状。啊。外面是红的，外面是黑的。好。嗯。开始喽。开始。里面是红的，外面是黑的。那交代。哎。好，现在看他手翻过来，这一面是红。对。好，我们进来。看不清楚，再一次。对对对。开玩笑，班主任。现在你们看到，我还没是红的。现在我吹一口气。才艺啊！孟庭苇现在，你要表演什么才艺啊？要表演模仿。你要模仿谁啊？我要模仿，跟我身高差不多的陶晶莹。哦，模仿陶晶莹，听听看，听听看。这歌是谁？张志伟知道，这歌谁唱啊？这是我。
我还没到那个年代。好吧，那不笑了，我的才艺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再就这样子啦。啊，那请鬼手鼓励一下啊。好，会才艺。我会唱歌仔戏。有歌仔戏啊？歌仔戏，歌仔戏不是随便唱的。我刚刚前面唱的歌曲呢，叫做《情书》。嗯，我觉得他本来那个原唱那样唱不好听，不好听，没有威力。嗯，他起码爱有威力。情书团，他都爱用台语来个唱。来来来，听看麦，听看麦。哦。每啊厝外边啊对啊，一路空白的心怎哩，搁不知要如何啊。讲予你听。这是流行歌曲改歌仔戏，不错，就到这边啦。请回头，请回头。我长安东路有一个大厦，起码我可以帮你介绍去当管理员。看不到三美女，怎么样？抓到了吧？班主任不是开玩笑的，是是。那我这个才艺啊，因为才艺比较广泛一点。是是是是，管广泛管不管菜的？广泛，跟老师念一遍，笨鱼儿笨。你是什么身材？那我再唱个 rock and roll 的东西，来。Full of 50 cent See the elephant John the span Jump so high and the winter sky She buy vanilla She can so What can the dog What can the dog You got a pedicure Run a pedicure You're a summer bitch You're still playing game You're still playing game这个咬字有必要这么重吗？英文发音这么重吗？是美国南方的音乐，南方的七十年前，你想，那你能不能再找一个北方的音乐？北方当然没问题哦，但今天不能唱。没错，张宇，会不会唱 rock and roll 的东西？等一下，哎呦！换一只啊！你要给我们带来什么特殊才艺啊？这个。我跟我的同学一起合唱，哎呦，你还有同学啊？对对对对，哦，我跟我的陈小娟，你们两个人，我们要唱的是意大利歌剧。哎呦，意大利歌剧，意大，他要做意大利披萨。哦，高班主任，嗯，这一段是这样啊，最近有一个 World Cup football。哦，足球杯世界赛，是是是是是是，哎，世界杯足球赛，他们都有声乐的底子，你呢？没有哎，可是我会唱很老的歌。我等着你回来。包主任，你看看那种动作就是一种，你正对他的歌声不认同，但是又不便讲，就必须要做他的哦 ，body language， 哎，大家来肢体语言，哎，帮着唱一下。我等着你回来。啊！你不可以藐视女人的。万圣，哎呀，是一个钱包哎，走到那边。捡到一个钱包，这真不容易啊，一毛都没有。听听看你们三个人唱一下，真正的出场吧。
们主唱。不用不用，这个都有。下课，快坐，快坐。